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忍机，今天要分享韩国艺人金钟国的一个鸡胸肉果子。以下呢，这些就是食材：鸡胸肉、青提子、杏仁、椰菜、橘子啊。今天没有准备到香蕉，把这些东西全部搅拌过后，我们就来尝试那个味道。首先，我们先放一些青提子、鸡胸肉。是杏仁，然后放一些包菜，或叫做椰菜，然后呢就是橘子，现在要开始搅拌了。直接就在这里试吃吧，这个味道是火烧上叫好味。好味，下次应该不会再做了，还是直接拿来煮，这样子吃会比较好。果汁真的 ，OK， 就这样子，下次见。